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开场的地方是不是很特别呢？没有办法，因为刚刚睡醒，人有点贱，要呼吸一下这种新鲜的空气。哇塞！来回归正题一下了。昨天晚上在我睡觉之前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了 TikTok， 看到一个人呢，他就吃了 Maggie 面，他讲说，其实 Maggie 面呢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呀、就是你不管你加什么料都好啦，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，你放下去，味道是很好吃的。然后看那个人哦，他随便乱掺哦，哇，看起来很不错这样嘞。啊，嗨，尴尬。所以我就尝试看一下做一个所谓多加 Maggie 面。还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呢，就用这种大包的 Maggie 来煮，因为它大包的分量放很多料的话，至少可以 balance 到嘛，不然小小包配那么多多料，整个很像。然后那个人呢，他是蹦，他是随便拿几个料啊，所以我今天我的冰箱里面有什么，我就加什么下去啊，我就来试试看到底，随便乱加乱掺可以这样好吃嘞。我跟你讲啊，小孩子不要乱吃啊，啊，人家肚子痛，我跟你讲啊。我是看我一片血回来的，没有什么料酱嘞，喂啊，有了，看到一个，我们加一个菜心，然后又什么？苹果啊，苹果配米粒面可以了吗？菜心咸的加买甜的，试试看啊。我拿一个，要不拿一片就好啊，先当菇先。哎，有金针菇啊，你敢加去啊？灯笼饺啊，然后菜也拿一点哦，虾米辣椒也拿一个。我突然看到一个很大胆的东西，炼奶，炼奶加起可以吃的。既然都加这样多，试一试啦，哎，这个啦，鸡蛋也不会少。看到吗？这些所有材料，这个东西吃起来，希望真的可以活到明天啦哦。把这种方便的东西先赶紧来切片。今天吃过很多料，拿一点起来就好了，差不多这样。我真的好奇苹果跟牛奶那些啊，加起来都跳到面前。现在灯笼椒跟这个菜还有。跟苹果，这金针菇跟菜这些是萝卜啦，是苹果。死就死了，我先把咖喱粉、三八牛奶给它加下去，我先把料放下去，给它熬一下，再打面下去。南无阿弥陀佛啊！真的很牛诶，也想过人家好快没，真的是看到什么就找来玩一下，就是所谓。来来来，首先我们先加一点这个自家虾米辣椒下去，我们这个拿一个酱汁啊，哦，牛奶真的要放吗？讲到做到，慢点你们讲个逻辑啊，讲也不敢放，压力已经养到那边了，我们加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最后 Maggie 下苹果应该是只有一个吧，如果真的好吃的话，我把它发扬光大，苹果过你打，味道也难形容啊，来出去出去，日龙日，我记得我拍过最简单的 content 就是这一个，因为家家煮煮吃吃下就可以了，可是最害怕的 content 也是这一个。最后呢，神仙材料一定要有了，这个最正常的鸡蛋。
教练脸就是给来上菜。哎呀呀，这个第一次在家里煮啊，这样丰盛的应该是只有这一次啊，我们再来试吃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吃。最近呢跟 Yuki 拍多那种介绍美食的东西哦，一定是学习了不少东西，我们要一个个慢慢尝试。首先吃到这种汤的东西，我们要试看汤先。老实讲啊，不难喝，那种中药材 Maggi 的味道呢，不是那种 Maggi 汤的味道了。我觉得这样子煮蛮好吃的，这汤苹果它咬起来就很像带辣的苹果咯，然后灯笼椒就是最简单啦、啊，这罐头菜心啊，我是很好奇耶，吃粥我想配耶，像煮成咖喱梦什么味道啊？都差不多啊，来，我们一次过了，讲真的啦，不难吃嘞，它真的是不懂哎，还是有那个梅子香味嘞，它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盖掉它的味道啊。叫妈是吧？妈，哎，刚刚从外面走过来的时候头发是很乱的，今天下手别梳头发，香包不集中。来看这梅子面，上网听人家讲，你不要吃钱，不要警察，不要警察。我上网听人家讲哦，梅子面姜掺姜姜加辣都很好吃的嘞。你喝一口汤先，我要跟你讲我的汤里面有什么。猜出什么味道吗？很香哦，很香。然后里面有什么嘛？咖喱粉啊，牛奶，还有那个虾米三八。牛奶是你们每次泡咖啡那一种哎。不是牛奶啊，牛奶啊，倒你加牛奶下去啊。我老塞。家里有三间厕所，一人怕摸。一个料你应该是想不到的。Maggi 面里面你应该没吃过这个，这种菜应该很普通啊，金针菇普通啊。是饭菜？不是，你吃看。我还知道是什么哦，吃不出。那个苹果哎、欸，哪个苹果？你冰箱有没有苹果？喂！我第一次看他吃到不会停，吃了三颗哎、欸，好吃，对了，算蛮成功一下的。所以这种裸酱的，你们可以尝试看一下，可以放的量你们就尽量，你们就放啊，不可以放你们就不要放啊，跟你们讲啊。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慢慢享用这个 special 裸酱Maggi 面了。拜拜。